什么你都会，摸一下头，摸，抱着，妹妹不给你抱了，梦他的眼睛起来，想睡觉吗？你吃那么少，廖明就吃饱了吧？那么多肉，那么大老远过来，等下打包一点肉回去。有吃有拿是吗？你练太极啊？打包两个鸡腿给他们就好了。练太极啊？你离那个男二号近吗？不近。打包点那个扣肉给他。很美的。去哪里？这里是晒衣。过两天下雨了，不用洗车了，我的车好脏。你要想帮小姨擦车。过那边去走。热热的那边，这里凉快，走这里呀、啊，这里呢，去阿叔那里，阿叔带你去玩，去，去不去玩？好，安叔好久没抱了不？还有没有熟悉的感觉？敏光还有我爸，还有我，上三个。这个能上吗？能拉十个。你拿我的去卖吗？十块钱一斤。哎呦，这个姿势好帅。带你们来桥贤逛一下啊。思念逛完逛桥贤，桥贤逛完逛千江。就是小韩，你不想睡觉？都想睡了，他就是不睡。桥县是一个镇咯，这个是桥县街。这一瓶是那个廖明的，带杰哥、敏郭他们来这边喝奶茶。航仔，这个跟你好配啊呢。你拿着它太适合不过了，渣男，这么绿怎么是渣男？被绿的渣男。我有这个脚厉害，脚吓吓你，我妹妹好苗条的。好嘞，妹妹，妹妹来，妹妹。抱妹妹，抱妹妹，哥哥太猛了。怎么睡？妈妈嘞？去拿拖鞋。哦。穿好了，我去拿拖鞋。不打架，妹妹不打架。要抱一下，我抱一抱，不打架。哦哟，韩哥要咬你！抱抱！抱抱！姐姐！哦哟，怕怕是吗？你跟哥哥玩呢？跟哥哥玩？抱抱啊！哎呦，抱抱！你们可以飞飞，飞飞拿。你们两个一个，谁要飞飞？谁要飞飞？给妹妹一个，给弟弟一个啊！别动我的呀！给你们两个娃娃，你这个也不要个小娃娃呀，都在打电话呀！好不好玩？妹妹都出汗了，这个衣服。有点厚，它不是棉。抱一下妹妹，抱妹妹，抱。妹妹
你啊！你妹妹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你录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要再来。哦，对啊，妹妹。哎呦！你看，妹妹压上来了，太猛了。两个人拍拍手啊！对啦，哥哥拍手了。哥哥拍手。那妹妹会不会拍拍手？拍拍手啊！拍拍手。来，打电话怎么打？啊，对，打电话，打电话给航航哥。啊，看一下牙，给我看一下你的牙牙。看牙牙，看牙牙，看牙牙，乖啦。看牙牙，哈哈。我看一下你的牙牙，牙啊！哦，牙喝水，哟，喂妹妹喝水啊！哎呦，航航哥真乖！哎呦，不要讲了！航航哥好大方的不？你要跟航航哥学习不？好，抢了，你看了。讲不过航航哥呀，这是你们的语言是不是？懂得吵架了这两个哈。吹个铁人来。哦。马亮。马亮。你去吧嘛。刚刚阿姨。刚刚你好妹妹。那要时间可吃连帅。你这样那么分开坐。要咳呀子，可以叫没咳了。我也太无聊了的。那你得跟他。啊，我跟他。一开始两个人好的哦。面灯是还有伴手礼。哎呦，搞的。拜拜，拜拜，还有三个。兄弟大爷，兄弟。光哪？光哪？你好，给哥哥。你们两个发生了什么？我都没看到。妹妹，拜拜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妹妹，再来一个，拜拜。再来一个，拜拜。哎呀，你是不是跟你爸学的？谢谢。杰哥，欢迎下次再来我们撕裂做客啊。好的，谢谢。辛苦你们了。好，拜拜。那么远过来。拜拜。啊，乖了，阿西，舅舅拜拜，跟舅舅拜拜，嗯，拜拜，哎呦，乖啦，哇，就再算乖了，起码都回，那就慢点吧，啊，慢点啊，好 ，OK， 杰哥慢点啊，啊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，跟舅妈拜拜，啊。